你太，你有问题，这个视频这肯定不对啊，我自己啥样我能不到吗？风暴撕裂吧，炸他一手，抠我一下可以。哎，让我找着机会了啊！哎呀，车没了！哎呀，车怎么没了呢？假装去这边，其实我们是放个闪电炸他一手。越塔，哎，闪现吧，不闪不行了。哎哎哎，别别别，哎别哎别，哎，不行了，快跑啊兄弟啊！来个涡轮炼金罐吧，谢谢老板们的飞金啊！呀，这轮忘说了，就三个人参与了我们的抽奖，中奖概率还是挺高的啊！我不惦你吗小伙子？哎，得了，大地如血才是他应有的样子，被破坏的才是解脱。哎呀，没事，这波天使死了，我们升了，拜拜。啊，你的心我吃定了。这波天使又死了，往这插个眼儿啊，找到他。别看我们血少，我要杀这天使还是很随意的。哎，你这天使来他还得死。哎，跑了，炸
要杀我，小伙子！哈哈哈！哎呀，走了，不打了，不打了，不打了！我说停停啊，不能打。再打就有点过分了。这把我决定咱出个闪速海，你像他们家这阵容我都追不上，我这皮孩出的跑得快一点。不出可血战斧吗？狗熊出这个好一点吧。涡轮炼金罐出右装吧，这把配点自然自力啥的。让我咬一口。曾经黑夜残酷又漫长。干嘛？补点刀啊，没有大了这波。这样啊，我去。我想想这该怎么办。我先把他大给他逼出来。哎，这人没蓝了，我靠！你不怕我有大啊？哎哎呀！来发条！挠小兵把你挠死，没想到吧？我那回血能吗？先去吃个药，给我回点血吧，这。给我呀，谢谢。这最多就这就挠一下，你让我挠一下。你可挺膨胀啊，我一看。100块，兄弟不太值钱呢这。俺俩这不上高地了吗？可上！来来来来来，继续继续继续！我踩他一脚。可以啊，这艾克100%得往这儿走，在这儿等他来。哎呦哇，这个扫描不敢担啊！哎，兄弟，这不行啊，这。先把发条杀了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给我三嘴巴子扇死了！哎呦，虚区有点低呀、啊，这没事，我涡轮炼金罐了。这把来个巨型九头蛇吧，不行。
要不然这没伤害呀，这狗熊啊，光肉有啥用啊？是不是？不挨揍了吗？光挨揍感觉没有用。自言自力，多上个人行。我炼金罐了，我下去找一找。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！这都能跑？艾克，艾克，艾克！哇！他肯定得放大，别着急给大呀！把蓝拿了，给你了，给你了，这个我不要了，我要蓝没有用。致命点烟，来，俺们把钟推了，来来来，上路天使给他吃了。艾克没有大，这家伙哎呀！靠，打小兵了，浪费我的闪现了。兄弟，这可救不了啊，我得跑了。不瞒你们说，我发现那狗熊炼金罐好弱呀。除了只能功能性，就只能功能性了，完全没有以前三项这种感觉。我现在要是三项加上个大魔抗着，他们既打不动我，我伤害又特别的高，这虚区有点低。伤害有点低。挺进破坏者可能能好用一点，又有攻速，又有那个，又有攻击力，还能突进，并且还加移速。这波他们家五个人全部在中路，不好打，不好打，不好打，而且还不加减息地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减息地还不行，这啊，减息地加，但是减息地没有减的那么多，这减息地25才20的息地，大招太慢了。我觉得我们得单带，这把跟那边打团可能不合适。我咬，把高地拔了，快！走了，一扣走，一扣走，一扣走，不打了，不打了。
哎，这一 Q 啊，这直接一 Q 啊，刚才呀，这里是不是有眼儿啊？这里肯定有眼儿。先来个巨酒，然后我要出魔抗那把，自然之力振奋，自然之力振奋，什么黎隐秘黎明。石像鬼，我用鲜血与骸骨，我们团战就杀女警就行了。去下路单带吧。可以，让队友打大龙，我们去下路带。智慧默印，反正就可魔抗出吧。哎，白甲也可以，先整个白甲跑得快一点。这拆塔也太慢了，这怎么拆地这么慢啊？野我，我劝你还是别野我。我奉劝你还是不要野我。好兄弟，我来了，你往我这边走啊。露露是吧，你给我站着，你给我站着，你往哪跑，跑跑跑跑，往哪跑？拆塔，天使十一了，不给他机会。不行了，兄弟们，我这嗓子喊的疼了，稍微歇一会儿。溜了溜了，我信我闪现帮你挡的，真的，这就是人的本能。谁知道你回去了，这我没办法。这就是一个好人的本性。几个人儿吧，这波来啊，来来来来来，这露露指定得来。哎呦我这女警上发条跑，这里头居然有眼儿，我是没想到的啊。还好对面打不了大龙，问题不大。如果他们打了大龙就有点亏了。我们来个自然之力看看怎么样，这新版出了以后还没出过呢。队友竟然要点，点了也比较正常啊，因为我们家也没优势啊，那19-20还劣势呢，这还
还小猎呢，这你们打就行，我去下路带线儿的。呀，我这没加速啊，我这得回去拿个加速去。玩家下一件吧，下一件玩家完了再整个智慧默印，给队友点个信号，让他们撤一手啊，我们可以单带一下。你像这个天使，我们越他塔应该没啥问题。这什么狂风之力，小心点啊，这天使有位移，一会儿不要太狼。大笨熊，哎呀，打大龙吧，可以打大龙，打大龙，兄弟们，把大龙打了 ，Go！ 来来来来来，这天使死了，他外面有视野，可以直接打。那大招冷却时间能不能长啊？100秒，兄弟，我那猴大爷就60秒。我是谁？先打龙，先打龙，三个人打卡莎，来来来来来，先把龙打了。对面没有视野，其实刚才那波我有点冲动了，冲动了。哎，龙给他拿下，拿完以后我们小龙，呀，这哪来的？跑，往跑，我看看，我脑。这发条居然不往这边走，这发条是不是有闪现？给我挡一下，可以。掏你鸟！我先让那杰给我挡着，那杰跑外边去了，我没看见我身边有黄子，我都没瞅着。